好的，这个影片是从真嘉岩站坐2号线到3号线，转3号线之后到皇冠大湖梯的一个过程，在2号线跟3号线交界的地方，那个转乘啊，真的要走好远好远。看一下重庆轨道交通图，这么多地方，跟各位讲，你们住上一两个月根本走不完。好啦，我们去搭地铁。我们现在要去搭2号线，从那边走过来实在好远好远。那现在去搭2号线，到两路口去看皇冠大湖梯。重庆他们这边的地铁站给我感觉就是要走好远好远。好了，前面先来准备过安检。暂停了。我们现在从真嘉岩这边呢，先坐2号线，那坐一站之后再转3号线，就会到两路口。那记得要往鱼洞方向，往鱼洞的方向。OK， 我们现在要转3号线的时候呢，顺便可以看到后面有嘉陵江，很美，真的，来这边的感觉真的很舒服，而且天气阴阴的，太阳不是很大，早上下了雨，现在没下雨，对面呢就有很多人在江边钓鱼，非常的不错。对面看到上面有没有他们的轻轨？很特别，很特别，整个感觉就是这样。好了，去转乘3号线喽，走，跟着我去。影片故意没有快转的原因是让各位感受一下，从2号线要转到3号线，看要走多远。那是3号出口，我们要去3号线。OK， 很特别的地方，牛角头，这边有个地标。
吃过了。今天早上印象深刻，为什么？自己想。是不是感觉转个站要走好久好久好久，终于走到了，一站而已。这个车厢感觉又不一样。我们要到的地方就是。他等我到这边下车就可以到了。到5:12，我不知道出去要多久。
你是请问一下，我要到最上面那个是要从几号出口？最长的那个电梯。对对对。往这边靠墙出去，上了三号口。谢谢。最长的电梯在三号，还不错。现在走的是第二段扶梯了，记得搭扶梯最多的是在张家界，跟第一女主角去的，她带我去玩。三，这是第二段，再来第三段。12分下车的，走到现在，满满的。皇冠大扶梯在三号。
欢迎您再次光临。各位乘客您好，欢迎光临铁路口广播大厅。欢迎您在安全前路桥身边绿色扶手台，出行不要靠扶梯侧板，不要上下扶梯，请把您的脚踏在王先生的位。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欢迎您再次光临。各位乘客您好，欢迎光临铁路口。真的是坐了一分多钟，还没有到。这个电梯大概要坐两分多钟啊，对，差不多两分多钟。传说中的扶梯。一个人两块钱，人民币。好的，这一段就是阿周从二号线转三号线到达皇冠大扶梯的亚洲第二场的电扶梯的这边的一个情形，真的时间上好远好远了，要走好远好远才转到这里。我们下次影片见吧。